內地傳媒報導，雙方會面時，孟凡利話深圳將積極推動全方位各領域深層次交流合作，並希望利用好深港合作專班工作機制，在北部都會區建設上加強交流合作，更好發揮口岸和前海、河套、沙頭角等重大平台的作用。李家超指出，特區政府會繼續深化和內地，尤其是大灣區內地城市在創科方面的合作和交流，包括是和深圳共同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建設工作。